不见，我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做那个姐妹频道了。那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双高论，它是东港，它是东港的。然后第二个要介绍的是那个核桃包，它是香港来的，它的糯米纸是可以吃的，然后没有吃过。然后这个是台东的，台东的是阿嬷拿给我们的，是马吉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是家的要介绍角落生物新出的这个特上奶茶跟特上柠檬茶，柠檬茶是角落生物的，喝喝看。就跟一般的特上奶茶差不多。好了，介绍完了。先来放吗？还有这个。妹妹介绍什么？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苏老爷的经典巧克力饼干蛋奶酥。然后这是苏老爷的，他这个很好吃。是马可先生。哦，马可先生的，他很好吃。顺便偷吃。嘿嘿嘿，你哥可以吃啊。还有吗？那我们明天会来试试这三样东西，明天也要看哦。拜拜，明天也会来。